这三位同学，刚才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满意。那么下面有请我们新白娘子传奇的女主角白娘子出场。其实就是我的搭档，我刚才实在没有好意思跟大家说，上次我做托举的时候，是他把我大胯压碎了，我只能说是车撞的。好嘞，来，我给你找了新搭档了，你们一会儿一定要按照情境跟他试一试，好吗？好，其他人往后撤，曹然先出力。好 ，music。好，非常好。觉得表情非常到位，然然上去，跟他做一样的动作，然然好，然然非常棒。娘子，你的头发，娘子，把师傅头发掉了，给我。好，激动一点，音乐随着音乐变化，随着音乐的变化激动一些。架着男的就想抱，站一个。老师，看我的。好的。音乐。好，这位同学要跟修老师配合，好吗？上那边站着，修老师，能别这样吗？修老师 ，sorry， 最后一个选手了啊，来上，跟修老师配合。孩子，别害怕，站中间稳当的啊。音乐。老师的气质无可比拟，修老师。你们三个简直是太优秀了，肖老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了，我们三个准备一下去比赛的问题，我们三个去开会吧，好吗 ？OK， 老师，走。老师，啊，
你还不够忧郁，接着练。